加水啊，把这泵加上啊，加水，看，这就是生活啊，记录点点滴滴。看吧，看这水，看看啊，接水啊。房车加水啊，也是半自动化的啊，全自动了现在。啊，拎着的拎的，哦，拎来的啊，看看，完了这是，咱们开始向云南出发，开始了啊，今天走了，水啊，看看我们接水呢，哦，接水，接水就出发了，要下一站啊，阿拉善英雄会再见了啊，啊，不欢迎这些游客来，哦。他只欢迎做生意的，做生意的呢，没有游客呢，他也是做不成喽，好多怨言载道啊。我要穿越这片沙漠，找寻真的自我，身边只有一匹骆驼陪我。这边风儿吹过，那边云儿飘过，突然之间出现爱的小河。我跨上沙漠之舟，背上烟斗沙漏，手里还握着一壶烈酒。漫长古道悠悠，说不尽喜怒哀愁，只有那骆驼奔忙依旧。什么鬼魅传说，什么魑魅魍魉妖魔，只有那落叶在悠悠地高歌。漫天风沙掠过，走遍每个角落，行走在无身边只有一匹骆驼陪我，这边风儿吹过，那边云儿。阿拉萨，我们出来了啊，莫公路上的啊，这个大门口马上就往前走了。云南旅居自驾游模式啊，看一看。下一站我们就到延池了啊，朋友们。早先出来走到这儿了啊，走到这儿了就吃饭了啊，吃饭了，早先就在这儿吃饭了啊。哎，往前走，往延池下一站啊，到延池县啊。现在今年车特少，没有几个车来了，看一看，车特少啊。往年这时候那路都堵上，堵死死的了，现在不行喽。我们的车都来准备好了，沙漠公路，我们来了，走喽。到了延池县了，我们现在啊，现在是10月2号啊，到了延池县。这延池县这个停车场，你看看啊，可以停个20多台、30多台车呀，看看，这车也不错啊。这个卫生间也挺好，你看这个卫生间，这就是延池县的卫生间，这个停车场啊，停车场卫生间，我们在这停着呢。4台车啊，到这儿了啊，到这儿了。慢慢的走，看车友就这样。哎呀，这老头老太太啊，家里头100多平的房子不住，哼，在别人家墙根底下吃饭，啊，这还高兴的乐的屁颠儿，啊，乐的屁颠儿啊都。别人想流浪，他流浪不了。看看，哎呀，你看肖哥家做的这鸡蛋炒菠菜，我头一回见啊，没吃过，真没吃过。看这边啊，也是坐上了啊，都弄好了，我们都一起吃饭了。OK， 到一个新的环境了啊，我们又搬到宁夏延池来住来了啊。